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延婷。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号，礼拜一哦，天气蛮不错的，也春分到了，祝大家这个春风满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探讨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啊，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到现在已经实是一年一一年又一个月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赫姆特，巴赫姆特又跟上礼拜又状况又不一样。我们把这个整个情势发一个。 这个呃，短一点的时间，不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解释。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国防预算。美国的国防，美国的会计年度是是每一年的三月一号到隔年的二月二十八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防预算它的占比到多少。第三个，我们来探讨日本在台湾的东部，就是石原岛。台湾的东部是与那国岛，与那国岛再往东边去的话就是石原岛，现在部署了这个洞山的地对空防空飞弹，还有。 呃，幺两的地对舰的飞弹啊，它上面也有部署，在三月十五号已经成军了。那我们可以呃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跟来龙去脉，以及它的作战的范围跟它的战略价值。第四个，我们看一下南海。哦，南海话，因为中共派了这个飞弹护卫舰，也包括了海警船，还有海上民兵，1一百多艘围绕了这个中业岛，还有仙娥礁，还有的就是仁爱礁哦，在那边做做一些巡航的动作。 啊，这有点主权伸缩。那在这一方面，这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第第四个主题，把南海问题也顺便带进来。那今天大家不要忘了，呃，按时来收看的大国武器大关 On Fire 这个开启，来接来来来收拾这一个啊军武风云啊啊！不要忘了订阅，然后按赞按赞按赞的话，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是非常好的大国武器大关啊整个的这个国际的情势跟这个军武都非常息息相关。我们知道美国为什么称霸世界，它经济力量是一回事情啊，但是它的军武在在这个是它的强项，它外销的这些这个到全世界各国的武器，总共占了占比已经突破了百分之四十。 呃，以及去年的时候，二零二二零二一年之前，哈，还是百分之三十九。到二零二二年，已经到了，可能俄乌战争的讲已经突破百分之四十。啊，今年二三年，那可以想个见字，啊，绝对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一都有可能。啊，那大家不要忘了，这大国武器大关呢，on fire。这个大家不要忘了，按来订阅，也可以分享一些亲朋好友。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俄乌战争，大家很熟悉的巴赫姆特，每次讲到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我就认为啊，这个乌克兰战略上啊，要要做要做调整。但是巴赫姆特要不去坚守巴赫姆特，我如果是那个乌克乌克兰的将领认为要撤退，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一个包围。红色的区块哈是这个俄罗斯原来原来的这个原来的部署这个状况，粉红色的区块它已经向城延伸了，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一个是这个是之前的上个礼拜的。 啊，上个礼拜我们开始支撑了，它这个前行的包围，这个突出部已经已经形成了这个这个这个广域的包围。那到了一个礼拜，上个礼到这个礼拜，我们知道整个都已经啊、呃、形成包围完毕，啊，非常有点就是要围点打圆了。你看这条河流上个礼拜的时候还是在这个这个湖泊，这个三个湖泊是个参考点，呃，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都还是乌克兰的控守的区域，那到这个礼拜的时候，这个湖泊。 已经被俄罗斯整个攻占了，可以看得出来。呃，这个是乌克兰的黄色区块，到这个礼拜的时候已经变成俄罗斯所控制的红色区块。呃，那这个粉红色乌这个俄罗斯的乌俄罗的俄罗斯的这些军队，还有瓦格纳的佣兵也上来了。你看，整个圈都向前延伸了。那我们看这两个的这个湖泊，一个是西侧的湖泊，这东侧的湖泊，这个棕色的湖泊已经被。 呃，已经俄罗斯的这个作战地界线已经到达了。那这个纵贯公路跟纵贯铁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纵贯公路跟纵贯铁路。呃，为什么要这一个？是我们讲到的巴赫姆特，因为巴赫姆特是个工业区，呃，这个地方不大，四十二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七万一千人，不多。但是，所以当初的时候，要不要去固守？乌克兰说要不要固守？将领说要撤退，因为被俄罗斯包围，一旦被包围之后，补给线会断掉，所以要向后撤。但是。 责任司机跟将领的想法就是南辕北辙。后来大家遵从责任，责任就是说这样子实施增援，向前线增援，向巴赫姆特增援。所以，在巴赫姆特从去年十一月打到今年三月，你看到巴赫姆特的状况。但是整个来看，俄俄罗斯最近最,最一直向前逼近了。这一个上个礼拜的状况啊，这个整个市中心在百分之七十啊，这个还在。 这个乌克兰控制当中，这个我讲的是中呢，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暗，黑色的是工业区，黑色的这个暗色，黑色是工业区，这个黄色的是住宅区跟商业区哦，这个地方这是商业区，比较有点淡的颜色，我不知道这摄影的这个解析度好不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礼拜整个东面的这个地地区，还有这一个工业区已经几乎要在俄罗斯控制之中了。 啊，那这个非常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区、工业地带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合围的状况，而且南边跟北边距离缩短。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两个距离还蛮宽的，它现在距离开始合拢，变成这个样，啊，这个变成一个口袋了。大家知道，这個这個变成一个口袋进去了，口袋进去，一一这个泽连斯基说向前增援，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万两千个乌克兰的军队。 还有他们的，还剩下一少部分少部分的以前我们所叫到的亚速营，亚速营还有一部分人在里面，亚速营的增援，还有国际的志愿军，啊，总共加起来一万两千人在里面。那现在的话，我们该向前乌，大家乌克兰后来就听从总统泽伦斯基的讲向前增援，而不做后撤。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我，我认为后撤，然后后撤，我我把巴赫姆特作为一个战斗的抵御线向后撤。 但是我在其他地方，因为现在俄罗斯有一千多公里哈，在跟乌克兰相接，我从其他地方做突破，做战略牵制或者是战略突击，从其他地方来解巴赫姆特之围，要这个要围魏救赵，古时候有用过围魏救赵，我赶快围魏，打那个巴赫，这个巴扎罗，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扎波罗热，或者是对哈尔科夫俄罗斯所占领的一部分地，我对哈尔科夫做进攻，或者是在赫尔松在。 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西北方，赫尔松，我去继续增援、牵制到俄军。俄军这时候一战战略吃紧，他可能会会转移重点到赫尔松，或者扎波罗热，或者是哈尔科夫，就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哎这个样子要围魏救赵做战略牵制，而不是一直孤注一掷，把自己的精锐都都都消耗殆尽啊！他现在已经增援他的后备旅，他后备旅总共筹码也只有二十个旅。 你投入一个旅少一个旅，而且这后备里是有训练的。那其他的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个急救章的这些动，这个征集过来的旅，这个战力比较薄弱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巴赫姆特可以看到工业区跟它的住宅区现在的场况是这个样。大家如果看这张图，这是很因为图很多，在网络上几千张，这很有代表。没有一。 没有一栋建筑是完整，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都是建筑，大家看黑黑的，这不是什么森林，冲通是房子被炸烂，轰来大家轰来轰去嘛，都变成了一条街、一条巷子、一条弄，在他们争夺。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惨状。上一次我们在上个礼拜还看到那个几乎没有一棵树是完整的啊，这个就是目前的我们讲的巴赫姆特整个市区的状况。刚才也看到巴赫姆特河还在这边呢。 这个这个河的有连外一个桥梁，连外桥梁有部分桥梁被炸断，因为它还保留它的乌克兰的生命线，还在补给线，它的桥还不能完全炸断，完全炸断它没办法后撤。哦，这个就跟当年民国二十六年年底，就是一九三七年那个日本在在南京大屠杀，我们自己把门城门堵死了，因为要防止这个日本的军坦克军队进入南京城，我们把它堵死。结果我们堵死了，我们还。 要撤下达撤退令的时候，撤不出去，人撤不出去，车撤不出去，人也撤不出去，都攀那个绳索下去，因为他把这个他把这个这个东南西北城的城门，通拿那个这钢筋混凝土把它堵住，没有办法。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目前巴赫姆特的惨状，而且就战略来看，我认为战略有一点点乌克兰在这方面战略上有一点点失当。当初我们可以看整个的战局来看。 当初的时候要跟俄罗斯开战，我们的作战目标是什么？我们人做任何事情要有目的，你目的是什么？就跟我当飞行员，我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我希望我的升迁能够顺利，因为飞行员毕竟空军的主力就是飞行嘛，至高无上是飞行嘛。你要在空军升迁能够顺遂，要飞行嘛。如果你是后勤补给、维修或者电脑官、资讯官、机械官、电这个电站官，你的升迁会慢一点。 那那我，但是你要付出代价，飞行风险有风险的，风险会失事。我的同学十二个失事。我下礼拜要到三月二十九号春季国商大典，我要到台湾新北市新店空军公墓，因为我是同学会的会长，我们有非常多的同学，我们一起去悼念我们同学，有十三位在那边。啊，这个青山绿水依旧啊，对同学的怀念不变，是这样。 好，这是飞行的风险。哎，我这是我的目的。第二个，飞行员待遇稍微好一点，那我要顾家，我我要结婚，我要生小孩，要给小孩好的教育。那那那我就飞行吧。那风险风险我来承担。那还好，我很灵光，呃，也也也没有发现有有有有遭遇到三次紧急紧急的状况，我都安然落地，没有问题。你只要脑机灵光，反应很机灵，判断很正确，飞行技术能够克服，看一下天后状况还不错，就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为安。 要这个样子，靠自己，先靠自己，然后再祈求老天的庇就是尽人事再听天命，不能颠倒，听天命再尽人事，那就不对了。逻辑是先尽人事，自己我把那个托 T U 好厚哦，跟个大的便当盒一样，我都把它背起来。经造成操作程序、紧急操作程序，还有这些飞行特性，都都要记起来。这题外之话啊，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那现在呢？现在大家要给乌克兰，乌克兰没有空军了，乌克兰没空军。 现在波兰要给他四架，这个礼拜就要运就要给他过去了。这是米格二十九，米格算不错的飞机哈、哦，大家可以看出来，双发两个发动机，双发下面的这些挂载都还在，只是没有挂武器而已。啊，这个这个这个乌克兰要给他，要这个波兰要给乌克兰四架，这个礼拜就可以到了。大概到四月，斯洛伐克要给他十三架，四架自然是要给他十七架。但是不要忘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又米格二十九。 也要给他，现在做减整，啊，那这个不波兰给他了，这是这原来是东德的嘞，东德以四块钱呢、啊、卖的，以一块钱一架，一一一欧元呢、啊、一架卖卖给波兰，象征性就送你的啦，一块钱一架战机，怎么有一块钱一架的、啊？就就是东德的，好，是就是卖给波兰，但是波兰现在不要了，因为现在美国答应以一换一，拿旧的 F 十六，美国的 F 十六。 你给他试，你给试驾给乌克兰米格二九，我就给你试驾旧的 F 十六给你波兰免费，是这样。所以这个试驾这个这个米格二十九算是不错的。最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在哪里给他的？那现在有有二制的武器在乌克兰吗？可以跟大家报告，美国已经帮他改装完成，可以发射 AGM 八八 B 的反辐射飞弹，可以发射 JDM。 远距遥控武器可以发射我们所讲到的小牛飞弹，这以及里面的射控系统已经改了，可以。它虽然是二次的装备米格二九，但是可以发射美国的武器弹药飞弹，也包括了我们所讲的 AIM 幺两栋，就是长城的空对空飞弹。它眼里面的火控系统里面的电站装备已经建制完毕。 我要跟大家，讲，这不是完全是俄罗斯的，这已经是里面的俄罗斯的以前产的这些飞机，但是已经美国的武器系统已经上去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波兰波兰的国徽的，这这张解析度不是那么的清楚。啊，这个这个就是米格二十九在空中飞行的样子，看起来还蛮雄壮的，双双直尾翼，双发，啊，下面挂的是。 这这个是这个是二次的飞弹，不是我刚刚所讲到的美国的 MRE 幺两洞长城空对空飞弹，不是啊。这个换句话说，这个这一批这个礼拜啊，这个试驾的每隔二十九从乌克兰先呃就到送到乌克兰哦，先由波兰给斯斯洛伐克然后其次，然后这个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再其次哦，那是后面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次呢，在乌克兰战场啊，尤其是在 乌，无这个我们所讲到的巴赫姆特哦，这个发发现了，这是乌克兰把俄罗斯的无人机打下来，后来发现，哎，这个是好像是中国大陆做的无人机耶、哎，是这样子，的，可能这一架飞机淘宝网就有，大概一架的话将近三十万台币，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你除以四点五，你就会大概知道了，蛮便宜的，淘宝网就买得到。 就现在，乌克兰打下来看，哟，里面的字还有中文字，中文简体字。它这个没有侦察装备，为什么？它没有电子光学相机，没有。那我判断，因为它的价格那么的便宜，它可能做一些诱饵。你在空中有真的，你没有打到；有真假，你一直在消耗你弹药。你打到的是淘宝网买的这一架的话，三十万台币。你你打下十架，只不过三百万。但是问题真的还在做侦察。 哎，这个假的被你你打到假的了，哦，所以打仗啊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这个就是假货。但是问题是，这个中共的所制造的这无人机已经在巴赫姆特在乌克兰战场被被俄罗斯的军队广泛的运用，去诱发乌克兰的防空飞弹或防空火炮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真假假，这是看他怎么样去用兵。你这个记录下，这是乌克兰所传出来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的时候也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苏凯苏凯苏凯二十七去拦截美国的美美美国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喷的这个，它是喷的燃油。上次我讲说，我在某一个节目中我说这不是燃油，这是滑油混合物。如果是喷燃油，它的发动机的高温一出来，那造成会有火。发动机喷出来的这些气是华氏六百度哎。 那你这个燃油还得了？那不烧起来了？这个是滑油，滑油比较浓稠。你看，它看出来这个烟非常的浓稠，啊、哦，这是滑油的混合物，啊、哦，上面有时候可以你可添加染剂，你添加红染剂就变成红色，添加蓝色染剂变成蓝蓝色，白色染剂变成看你要什么颜色，粉红色都有。你看怎么样参参加？这个是滑油，它外面它有独立的这个滑油的这个喷染剂的这个油箱是外挂，不是用它飞机里面的燃油，不是。 啊，这我這跟大家都说明。然后这个是从死神无人机去后视去照到的，啊，从后面去照到。它从它的拦截角度蛮大的，哦，冲上来。我看它从它的右后方、右下方下来，上来，然后接近率蛮大，接近率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公里。啊，你要算算换算成海里，那你就直接换算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接近率。接近率很快，因为我从那个影片中给它判断，啊，接近率大概有一百五十公里，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接近率上来。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擦撞的危险风险，那是存在的。那我们刚刚才看到那个淘宝网买的，它完它完整的形状是这个样，啊，这个啊非常，这是完整的，这是淘宝网一家，三十万台币，啊，那个人民币大概七万吧，大概七万七万块左右，非常简易，轮子也不用收起来，你看轮子非常的单薄，你看看它的起落架就知道了，这么细，它不能载东西嘛，你光看它的起落架，这是一个小的钢圈。 就知道了，原来这是非常简易的，这是诱发别人去拿地对空飞。那我这一个三十万，你拿地对空飞弹打上来三千万，那我比一比一百啊，我以下士对上市，哦，打仗啊要想到成本，作战那是非常昂贵的。那你一颗飞弹上来三千万，我这个三十万，我一比一百，我我我完胜啊！大家你看到它还是双子尾翼，非常简略哈，它没有挂。 e o e o 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小的无人机哈，如果挂 e o，它可以看起来会很大，比按照比例没有 e o，没有 e o，哦，这无线电导引，无线电无线电控制的，哦，这个这这上去可能，呃，一就去了，看看把它导引回来，也可以把导引回来回收，但是也可以不要了，因为这是三十万打仗的时候开玩笑不是三十万呐、啊，几千万、几亿、几几百亿都要花，哦，这个就是淘宝网买到的，那还有其他的什么步枪，那其他再说，另外一个。 就是美国向中共提出来，不要去飞越俄罗斯的领，俄俄罗斯的这国际空域。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因为乌克兰战争呢，乌克兰这个这个区块是没有国际航班的，就是 FAR r a r 飞行雷达，radar 这上面的资料很清楚。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大家一目了然，没有任何一架飞机。有 Ukraine 乌克兰就这样，赫林米亚半岛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所有飞机啊，通过这个黑海南端，因为黑海不行哦。 靠太近，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地方是作战区哦，被击落怎么办？哎，往土耳其，以前的拜占庭帝国啊，土耳其斯坦，还从这个地方飞上来，飞到欧洲。你不管去阿姆斯特丹也好，或者去柏林，或或者去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这个巴黎，呃，巴黎等等，呃，这个地方，你看这航线啊，或到英伦三岛，我都可以啊。但是有有部分航班从俄罗斯飞过来，这个地方是俄罗斯乌拉山，在这个地方，乌拉山，乌拉山，这乌克兰在这边，乌拉山在这个地方飞过来。 还是有国际航线去到俄罗斯，那美国说希希望中共，因为美国不飞俄罗斯的这个空域，美国有做有做制裁嘛，有做管制。他说希望中共也不要，但中共还是在飞啊？为什么？中共一飞的话，美国美国的票价就贵啊。美国绕道，我们知道大飞行的时候，要有一个大圆航线啊，有个大圆。地球是圆的，你要有的时候，你要是要飞越北极是最快啦。你翻越北极到对方最快，你不要绕整个地方地球，你绕赤道绕的那个。 那个纬度，那你这样的话，变成航程变长了，航程变长，油量耗到飞机三大成本：飞机成本、油量成本、飞行员的人员成本。啊，你人员成本、油量成本还飞机成本，油量成本你付你的飞机成本你已经付出去了，买了飞机了，OK，搞定了。但是你油料就是跟航程有关，啊，一架飞机一起飞的话，那个我们波音大概都在十几公吨的油啊在上面因为它要跨洲飞行。 从亚洲飞到美洲去，都在十几公吨的油，那都是都是都都是钱哎！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呃，这个中共还在飞。我以前的时候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也是飞过俄俄国，那是以前呢，那是我还在军队做服务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下面的是俄国的，那是什么？还有下面的黑海、里海都飞过，我说这是这是黑海，一看就知道克里米亚半岛我看到了。那你过了是里海，好大、啊。 里海虽然在地图上很小，但是你在飞机上看蛮大的。里海，我这个都知道这些相相关的相对的位置，因为因为因为我到欧洲去嘛，我坐的那国际航班就是飞越俄罗斯。跟大家讲，你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有啊，这个包含中共的飞机也在飞，所以美国在抗议啊，希望中共一起加入来制裁，但是老共不见得答应啊。他认为我跟俄罗斯这个合作不封顶啊，大家彼此互惠啊。大家可以看这一个。 这是亚洲，这是从你不管从从这个这个这个上海，呃，或南京或者重庆，呃，或者是呃其他的从青岛或什么飞跃，你看到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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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这个飞得很清楚，飞到欧洲啊、呃，飞到英伦三岛，飞到法国，啊、呃，飞到这个德德德德国柏林，太多了，飞到西班牙、意大利，你看到没有？意大利半岛在这边，这个是西班牙半岛，这个、是意大利半岛，罗马都有啊，这是大中国大陆的航班的位置。 飞到哪里？飞到经过有没有经过俄罗斯？呃、哦，有吗？俄罗斯总共十一个时区耶，他到堪察加半岛，在白令白令海峡、沃霍斯海那个地方，就是阿拉斯加那个那个西区，一直拉到这个地方啊，一直一直一直拉到这个北欧啊，拉到芬兰啊，大家只知道十一个时区啊，国土面积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啊，大家就知道了，世界上国土第一大国，虽然它已经它已经崩解了。 以前的时候是苏维埃，叫苏联，啊，他后来这十五个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分，这都都出去了、啊，乌克乌克兰、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立陶宛、爱沙尼亚、坦桑尼亚等等啊，这些那么多都分出去了，包含白俄罗斯啊，这乔治亚太多了，不一一来念啊，这些都都独立出去了嘛，啊，那那大家知道，他他的国土面积从这个地方拉到这地方十一个时区，啊，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那接续的跟大家报告，不要忘了，就是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出国防预算。刚才也跟他提，国防预算呢，我们可以看呢，世界各国，全世界各国的国防预算，通通加起来啊，总共一点九九九兆美元，你就算两兆好了，四舍五入算两兆美元。美国一个国家就八千四百二十亿。二零二三年美国的会计年度，从二零二三年三月一号到二零二四年的二月二十八号，啊，这个就是会计年度。 美国是八千四百二十亿，大家看到美国乐园那么大。第二名是什么？中国大陆。这中国大陆的话，按照这个说法是两千零七十三亿美元。我就通拿美元来算，拿美金啊，我不是不拿人民币，不拿台新台币来算。美国就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哦，这八千四百，这八千四百二十亿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中国大陆两千零七十三亿就占了这个样子。但是它这还有个哎，那为什么还有这个圈圈呢？ 因为还有一些隐藏的预算，太空预算、人造卫星呢、啊，还有其他天宫啊，这些科研呐、啊，导弹的啊、导弹部队的，有些东西它是科研的方面，所以隐藏性的这种算法，如果再算进去的话，那这个就更多了。就是就如果按照世界的，它只要有三千相三千多亿美金，他说这是其他国家的看法，所以他有这一个有这个虚的这个圈圈是这个意思。呃，那个第三名我们就知道英国。 啊，这个，这个，这个英国大，这个，这，这个，这个就是英国了哈。第四名的话是印度，啊，印度大概是是六百五十一亿，啊六百五十一亿美元。那第第五名的话，第五名的话就俄罗斯，啊，现在乌克兰战争在打，啊，乌克兰也是六六百多亿，啊，第第六名才是法国，然后再来就是找到了这个德国、日本跑到。 这个第七、第八名啊、哦，第八名，日本，日本，日本就是五百亿啦，四百九十三就五百五百亿美元啊、哦，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所以这个美国的占比，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根呢就拉到这样子了，看到没有？全世界这国家就是，就是这个是呃中中国大陆，就是就是中国啊、呃，这个是英国，呃这一段绿的印度，呃这一个是。 呃，我们所讲到的，这是俄罗斯，俄罗斯再下来是法国，法国再下来是德国，德国再下来是日本，日本再下来的话，沙地阿拉伯，哎，看这四个国家通通加起来，从一直拉到这边，到第十，到第十五名，你从第二名加到第十五名，这个中美国一个国家，比你从第二名拉到第十三名。 你前，你从第二名到第十三名，通加起来跟我们美国一样多，是这样。那第十三名还到第十四、第十五拉了一个，你有没有看得出来？啊，这个是。那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只剩下那么多了。啊，其实从第十六名以后，第十六名到最后一名，通加起来也只有那么多。所以美国军力强大，美国卖给世界的武器，一年占全世界，你全世界有百分之四十通是美国的武器。 美国由军事由军售，将来实际上被两大国，第一个制造大国中国大陆，第一个军武大国美国，两个在做抗衡。美国的国民总生产二十四兆，中国大陆的美国民总生产十八兆，十十二十四分之十八、哎，大概是中国大陆的整个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八，拉上去了。那中国大陆是制造大国嘛？美国大国是工业大国嘛？美国制造业弱，美国制造业在。 一九七零年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全部是美国制造。一个国家百分之四十，全部是制造业，都美国车、电视、冰箱、冷机、汽车，通算属于制造业嘛，所以说工作母机百分之四十。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七点三，从百分之四降到十七点三，而中国大陆起来，中国大陆百分之二十九到百分之三十，拉起来了。所以将来制造大国是中国大陆，经济大国美国很清楚啊。我们可以从这张表。 哦，呃、浅显可以浅显易懂，我来们这边做个说明，因为它快一年多了，刚开始嘛，从三月份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张。来看这一个，啊，这一个美国的都大饼，我们可以看按照这个西瓜图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是占的百分之四十，嘿嘿，可以看到三十九了，我但是我都习惯的四十五就百分之四十了，三十九到四十，因为你要来算的话大概就是四十了哈，四十。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这个区块，啊，中国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百分之。 百分之嗯不多百分之，我们刚才讲到了中国大陆两千多，两千两千零七十三亿啊，两千零七十三亿。看看看广义跟狭义啦，因为中国大陆的西方有两种说法，广义跟狭义。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饼，我们至少是看美国这个区块的大饼哦，最大的是这样子。好，好那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就是讲日本的这个石石原岛。日本石原岛，啊，石原岛在哪个地方呢？ 石原岛，石原岛在台湾的东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石原岛，我们看那个地理地这个地图，这是台湾，日本最西南诸岛的建设啊，现在不遗余力，啊，这是台湾，这是花莲，啊，这是宜兰，这是台北市，啊，这个台北市外围是新北，啊，这边不要忘了还有个基隆，那在这个地方有个云纳国岛，云纳国岛距离台湾一百一十公里，啊，有讲一百零九了，但我就说一百一十公里。一百，我飞行的时候常常看到云纳国岛，我还到云纳国岛去空中侦察、征兆，飞到云纳国岛上空。 因为两个地方是重叠，重叠当然可以飞到这个地方。你看，与那国岛距台湾是一百一十公里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石垣岛，石垣岛在这个地方，石垣岛距离台湾两百三十公里，两百三。那现在中共那个日本呢，在这石垣岛现在做做一些这个军事上的强化，四百七百人的部队进驻，在三月十五号正正式成立了成军了，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不管是与那国岛，与那国岛。 情报收集啊，再来是西表岛，再来是石环岛，是这样啊。这边还有其他岛了哈、啊，包括黑岛或者是波照尖岛是在那这较小岛我们不要，我们这个时候概率不要不要去算。我们看这个岛就知道，云纳国岛距我们最近一百一十公里，然后再来是石垣岛，呃是两百三十公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都在台湾的东边。这其实里面有这个这三个大岛哈，比较大一点的岛，云纳国岛、西表岛，还有这个我们所讲的石垣岛。很多台湾居民，因为在台湾在日据时代总共是五十年半。 那很多的这个花莲的宜兰的这些这些人民呢、啊，就到这个地方，因为他进来采买啊，什么都快，都都非常方便。你兰国老现人不多，只有两千人而已啊。他它是一个禽收的单位。那现在这个包含这个两个岛，都还有很多还会讲台湾，就是讲台语、闽南话。他有的时候在讲闽南话，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在台湾长大那个时候，后来这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号，台湾光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 这样子，那两个段来，但是问题是，他们都是台湾的人民，很非常多。他们距离日本很远呢，距日本最近也要一千五百公里，哎，太远了。就是东京，一千一千两百公里不等了，到一千五百公里不等，是这个样。反而就比台湾近了，一百一十公里，大家就知道，哦，那现在，他要把它变成一种军事化，那我们我们先看出来这个重不重要呢？我们看这个地图就更清楚，啊，这张地图。 与那国岛刚才讲过一百一十公里，写的非常清楚。石垣岛在这个地方，距离两百三十公里。但是不要忘了，这边有个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蓝、这个红色的地方。我、我、我这个地方我全部飞到，有，我就是飞到台湾防空识别区，就在与那国岛上空。我飞到台湾识别、防空识别区啊，好像是划到与那国岛上面的，所以我看到与那国岛机场好清楚，我还拿英文写的与那口与那口与那国啊，非常清楚啊。那时候我去做空中侦察，飞妖洞市啊。 好，那这个地方不要忘了，台北飞航情报区是一，这个东京一百二十三度哈，这个是东京一百二十度，台北飞航情报区，这是这个是台北飞航情报区，这个地方我们还拉过去的，这个是我们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嘞，所有飞到这个一百东京一百二十度飞进来的，都要受台北飞航情报管制台的终端管制进场进场台的管制，都要做报告，做飞航报告，行情报告，飞航报告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好近。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个石原这个石原岛也好，与那古岛距离冲绳就要五百公里了。我们还不要讲日本本岛，在下面再上去的话才是九州。九州在四国，四国是个比较第第四大岛，再来是本州，东京岛在本州上面嘛，很清楚了嘛。大家知道，所以这个为什么跟台湾近一衣带水？咱们很多的台湾老百姓，那现在还是要强化。 要强化这方面的建设，呃，建筑，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强强化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张图看得最清楚，可以看出来，这是台湾，啊，这个是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防御圈。刚才讲到了这个这个防空识别区，呃，发出来了，整个变成第一岛链，看到没？它的这个是这个是它的这个地对海飞弹的涵盖图。 这个岛上面有地对海的飞弹，石垣岛加上这些西表岛、八重山列岛，再加上宫古岛，再加上这个琉球那坝整个连在一起，一直拉到这个本州，整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全整个被这个岛链封锁。日本很清楚，就是岛链封锁嘛。可以看到这涵盖图，这个涵盖图非常的清楚哦，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它进驻了哪些呢？这是这个是幺两型的地对舰飞弹。 一车六弹，每一个车是六个弹，一个车六弹。我我就我这样看，来我来观察，这个是原来是这个是第一代的幺两式的地对舰飞弹，这个有效射程是两百公里，两百，但是改良型可以到四百公里哦，改良型到四百，而且中而且日本要变成增程型到九百公里，它目前计划到最大，希望这增加火箭能够将。 这个幺两飞弹的改良型最后是一千四百公里，哇，那打得好远呢。那我认为这是原始型第一代的，我看出来它还没有什么什么新的这个这个这个,這個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代的幺两地对舰飞弹。不要忘了，还有洞山地对空飞弹也是长城的，也是打两百公里。洞山洞山地对空飞弹也有，但是我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去把那个图啊，这个是幺两式的地对舰。 啊，专门打工攻船飞弹啊，攻船飞弹，这是性能飞，的這日本自己做的啊。你看他的车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营区，这个在石原岛，他进驻三月十五号的图，大家可以看出来。你看他浩浩荡荡，十九十九辆的军用卡车，十九辆，他这个编编程还算蛮雄壮，十九十九辆啊，各式的小车不要算，小车不算，大型的卡车十九路，我帮他算过，你拉到后面去，这个全部看到没有？ 这是各各式的，只是摆在这边而已。他还有其他地方呢。或者说，他这这一次的进驻石原岛的飞弹部队还蛮慎重其事的。我们看这建筑都是新的，能他投资多少。你看他所有的建筑，这三大栋，啊，这个只是因为角度的关系，没有全部、全然涵盖三大栋。哦，这第一大栋、第二大栋、第三大洞因为只涵盖的一部分。而且他靠海，依山傍海。为什么傍海？运输方便。为什么靠山？ 可以做隐蔽，而且可以做山洞机库。目前没有做山洞机库，我看了他们目前没有做山洞机库。我们把它，我们把整个尺度把它放大，看出来这个为什么一山一山呢？这个后面就是山嘛，一山做屏障，靠海后面就是海，因为是岛屿嘛，一山傍海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出来日本在这方面的投资。 还是不遗余力啊，三大洞，刚刚有，刚才有看到一大洞、两大洞、三大洞，还包括它的行政设施，它的入口在这个地方，入口匝道，哦，在这个地方，入口匝道进去，这整个营区，它是管控的？这个地方还在大，还在大兴土木。看这个地方在大兴土，木，还在扩建呢。那我可以看到出，它这个地方是没有三洞机库的。那不要忘了，这边好多弹药库，这三洞的弹药库、弹药库都已经做好地下化了。这整你要仔细看，地下化。 弹药库，你们防空系统做的一定做的很很好，我是没有办法亲临参观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这个是非常完整的，七百人进驻的部队，有地对空，有地对舰，飞弹都在这个地方，还有上面做屏障，最重要是要卫星，这个幺两式的地对舰飞弹，它是跟卫星连接，它还有 GPS 定位，就是我们讲的卫星导航，还有惯性导航，把经纬度输入进去，再经过卫星导航，就追到目标，它到目标去之后，自动搜寻，因为它有。 刚才讲到幺两次的地震，它有相位阵列雷达，相位阵列把它讯号在接收卫星做做做修调，所以对目标做攻击。我们可以看出来，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加强它的岸防、海防的这方面的构想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再看这一张，啊，这张很清楚的，石垣岛在这里是个小方块，它的战力以方块为主。下地岛跟宫古岛，下地岛有有机场啊，军用机场啊。 啊，宫古岛守着宫古海峡，这个条从宫古岛到冲绳，这个就是宫古海峡，啊，宽度大概一百五十海里，啊，这个是公怪。中国的经常进出岛链就从这个地方进出去，也受了日本监视，水下有水下监视系统。那我们知道冲石本岛这个地方拉霸，拉霸有加索纳空军机场，是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驻军最大的机场，就是加索纳空军基地，就在这個就在冲绳，啊，现在还有陆战队在冲绳。 啊，当然还要其他，包含在九州，还有四国都有都有那个美军的驻地啊。它“雷根号”航空母舰哦就在我们讲在在四国呢，在横须贺，大家就知道横须贺是“雷根号”航空母舰的母港，叫做横须贺。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跟台湾相关的位置啊。日本它是这样的，它它在这个它它虽然宪法规定专守防卫，但它在军事上面听从美国的，呃，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呃是。 链接上是非常的密切，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日本延伸地对地对舰飞弹，你看到飞弹的射程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原来的是原原来的是这个虚线，原本的射程涵盖，那经过了这一个这幺两个的地对舰飞弹变成这个样，啊，这个是云纳国岛，这个是石垣岛，石垣岛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啊，然后它把整个范围拉到呃那那都拉到台湾了啦。 两百公里，如果四百公里的话都喊过，如果四百公里拉过去变到大陆边缘四百公里，因为它现在改良型四百，下一个改良型是九百公里，它一共三步三步走，四百公里的射程，后来变成九百公里，最后面呢它只有一千四百公里。当然，有的媒体讲一千五百公里，我认为一千五百的有点夸张，跟一千四百公里，我是我认为它是一千四百公里，因为它的有效的射程跟它的高度是有关，因为如果是它的巡航的高度越高越省油，打得越远。 如果在低空，因为空气密度高，空气阻力大，它的射程就会相对有限，还跟空城是有关系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日本在这一方面呢是不遗余力。好，那我们先看出这一张图，就讲的稍微清楚一点了。啊，这个就是一，这个就是幺两式的地对舰飞弹。日本以自海为优先。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那个进下广告啊？进下广告，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的军武大官。 大家 on fire，不要忘了，呃呃，订阅啊、呃，订阅，有时候按赞，然后开启小叮当，好，让我们休息一下，我喝口水。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观 o n fire，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新片上架和即时直播。 那大家来看哈，广告完毕之后，我们看这张图哈。这张图非常清楚，台湾在这个地方，与那国岛不要忘了，距离台湾最近与那国岛，现在是征收电子电子战的部队在上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些，我们讲到的，除了相位真的雷达之外，还有很多的 sensor，这感测器专门吸收一些电子参数、雷达频谱，他在这边做战场的这些电子参数的勤收。哦，第二个是石垣岛，我刚才讲的是与那国岛，在这个地方。 再来，我们刚刚往东边去看的话是石原岛。石原岛现在要做的是飞弹部队，包含地对空长城地对空飞弹，还有长城地对舰的飞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像在往东北的地方走，是宫古岛。宫古岛是飞弹部队进驻。大家看到，日本是非常重视空海权啊，飞弹部队的自空跟自海啊，像地对空，它现在是以地以陆来自海，所以把这些岛屿变成链接化啊，它以以陆自海，以地自海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冲绳。冲绳是飞弹跟电子战的部队在冲绳岛。那冲绳的话就那霸。那我们讲到的琉球，我们讲琉球也是冲绳。冲绳或那霸都是讲就是琉球的，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这是防空飞弹部队跟电站的部队在这个地方。你再往北的安美大岛，安美大岛是飞弹部队进驻啊，飞弹部队。再往南的马毛岛，马毛岛前阵子新闻上很热，呃，它是一个。 十字形的，它是个石，它是个岩石岛，不是个沙滩岛，是岩石岛，啊，上面也可以做侧峰一个十字形的这个机场，啊，现在马毛马毛岛把这个产权这日本政府征收，征收完毕之后付钱，付钱之后我们拿回来作为将来垂直起降，还有战机、航空母舰垂直起降都可以在这么做训练，这是马毛岛，哦，在这个地方，马毛岛的话，就要计划着作为呃这个日本的。 日本自卫队的航空基地啊，整个一个一个岛链就出来了，岛链防卫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这个大概是可以看得出这个距离相关的距离，你这个一千两百五十公里呢是多少啊？然后这个距离台湾是是大概六百五十公里，因为这个我是讲到了冲绳岛啊，跟这距离台湾是六百五十公里，我是这样。那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是幺两式的地对舰，它机动的啊，可以跑来跑去，它不是固定在那边。 你看，你看它的脚架已经升起来了，已经架起来了，就固定在那边了。它跑到地方就固定放列，放列之后可以只是接站哦，它这样子不不會不会在固定阵地哦被导弹、飞弹做摧毁，所以看得很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看一个鸟瞰图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战略用意。好，这个鸟瞰图非常的清楚，这个鸟瞰图我们把它这距比例尺又缩小了。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整个的办公大楼非常的清楚。 哦，在它整个的基地，我们看下这整个基地啊，布放的非常的清楚。刚才三栋三栋大楼，还有它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弹这个武器弹药系统啊，这个就在这个地方。行政行政中枢在这个地方，还有行政中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这一个，然后它的山，这个是山哈，后面是山山脉，它的这一个边边坡边缘，这个也是山脉啊，这个是这个把边坡它都有做。最重要我这样看，它距离港湾很近。 港湾很近，直接运送进来。你看，这不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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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船舶在这边，船舶这边一靠港，靠港运输沿着这个海岸公路，啊，就从海岸公路就直直接运送进来。靠港很近，它是选这个位置啊、哦，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战略的考量。我就为了补给快，啊，上来快，直接到这个地方，一上来一上来直接运送。你看这一张的图就可以知道，这个鸟瞰图非常的清楚，它这一个石原岛的这个军事基地阵地化了，也。 也把它的交通线、补给线也建构的非常完整。你看，它环岛道是有两条线出去，一条线出去不能只靠一条，哎，这个还有一条，哎，这边两条线先出去的链链接出去。那这边有一条是没有看到，哦，找到是要四通八达了，不能光靠一个。你光靠一个，萬,万一这万一就被战场阻截炸断，战场嘴炸你怎么办？这江变成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孤岛了，类似孤岛一样。日本在这方面有有做很大的考量。 另外，我们再看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在这两天，哦，中共的这个飞弹护卫舰呢，也包括了海警船，也还包括了海上民兵，围绕了这个是仙娥礁啊、哦，仙娥礁也围绕着这个仁爱礁，也围绕着黄岩岛，哦，在那边做做绕行，也不也围绕了中建岛，那这是仙娥礁啊，仙娥礁长这个样子啊，你看变成环礁，中共把。 美济礁、渚碧礁、榕属礁，它都把它变成基地化，上面都有三千公尺的跑道跟，还有防空机库，还有一些雷达设施，包含反蛙人火箭系统，都有，直升机体机名那我就不在话下了。包含南薰、南薰、南薰岛，哦，东门岛的东门礁了，哦，刺瓜礁，呃，这这刺瓜，现在刺瓜岛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变成基地化了，阵地化了。 变成海上堡垒了，那现在，现在要把这个信号，现在叫菲律宾一直说是他的、啊，那现在中共在这方面有出手做动作，包括仁爱礁。那仁爱礁上面也还有一艘菲律宾，在一九九九年二十四年前有一艘战车登陆舰把它搁浅在那边，上面还有七个陆战队的人守在那边呢。那吃了怎么办？有时候菲律宾派了直升机过来送食物，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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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给的食物，另外还有。 海上的渔船做靠泊，但是如果大型的这个这个军舰靠泊，中共马上就会做军军舰把它做驱离，会变成海上对峙。那现在的话，菲律宾跟美国开放了四个基地给美国使用，另外有五个原来基地现在重新整建，加起来九个，四加五就等于九。现在那这样子换叫做，对南海的伸缩在这一方面，菲律宾的态度起来了，那中国大陆就对新鹅交 对仁爱礁，还有对黄岩岛，他可能就在这方面做了强力的伸索。现在这个海上民兵包含渔船一百多艘围着他们啊！台湾的媒体没有太怎么报道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在报纸上也写了一篇啊，不知道会被会刊登。那我们现在看的中业岛，中业岛上面有飞机跑道看看啊！看看这中业的，菲律宾，菲律宾唯一有跑道的就是这个中业岛。 中越岛已经在国军的手上，在一九七一九七三年，民国六十三年，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民国六十三年，因为躲台风的关系，呃，撤到这个太平岛，结果一躲台风，一回去了之后，一看岛上已经被菲律宾占了，这个样子。因为如说躲台风，然后你们直接回台湾，以后台湾新的部队再去驻防，再上去直接就到中越岛上去了。结果，但是中越岛已经被菲律宾占了，变成这样。 啊，所以两岸的对峙啊，两岸的这种状况啊，都会都会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都会这个互棒相争，渔翁得利。啊，两岸在要发挥政治智慧，还有军事上的智慧。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没有办法对日本在二战做索赔，因为都为了建交，那别人捡好处了，都为了讨好日本都不敢讲话了。那同样的，两岸相争啊，兄弟戏强啊。 如互帮相生，外面得利，哦，两岸如果在军事上我们没有政治智慧来做解决的话，那那那彼此消耗，啊，那那那其他国家，我也不要讲名字，大家非常清楚啊，就会得到利，啊，我认为回到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我是我是我是这是我个人看法，我个人主张，回到中华民国宪法，你就你就可以回到一个中国了，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宪法，那是一九四一九四六年制定。 一九四七年的元旦公告，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在大陆行线，是这个样子，哦，这个样，这个中越岛这个跑道，哦，中共说这个地方到时候会会实施对对中越岛会有一些动作，那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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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战且走且观之嘛，我认为因为那个不要忘了，在这个礼拜，美国派了 F 二十二从阿拉斯加飞了七千公里，阿拉斯加飞到。 菲律宾马尼拉近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F 二十二头一次哎，F 二十二都为什么不到韩国去？在日本，美国有飞到日本过，也飞在美国的这个属地关岛，它也飞过。但是菲律宾是头一次，F 二是非常先进的，F 二的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卖到世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英国。美国跟英英国跟美国关系那么好，澳洲跟美国关系好，没有卖 F 二十二，F 二十二就美国一个国家有，啊，竟然飞到菲律宾。 换句话对菲律宾在后面的挺菲律宾了，所以中国在这一方面，在仙娥礁，在我们讲到仁爱礁，在黄岩岛啊上面，它就有一些动作。那至于这些相关的来龙去脉啊，包含这个仙娥礁，包含这个仁爱礁，包含黄岩岛，我下次再做再再做介绍，因为它上面有五拐，编号舷号是五拐的战车登陆舰，还搁置，搁浅在仁爱礁上面，一九一九五。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很清楚的，他他是他进他的用意在哪儿？那个就是他的地盘，变成这个状况啊！他怎么样去伸手要回来？是要有一些动作吗？就像跟这个我们所讲的赤瓜礁，或者是是那个西沙群岛之战吗？还是要赤瓜礁呢？你是不是要要要打一下才可以呢？我是认为不要完全排除，我认为很多事情呢，都要慎重其事啊，来来了解啊，这个国际情势是。 非常复杂多变的，呃，有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彰显对东盟，哦，我们台湾叫做东南亚国协的东协来做一个，我这边做区域上，我做保证，我在挺你们，我 F 二十都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我都来了。大家看到我有这方面的动作，我有官方的支持，我说我后面挺挺菲律宾，菲律宾小马可是在二零二三年在一月五号，第一个就到，才刚刚过完元旦就到大陆去访问了。 呃，中国大陆提供了，两还签了这些这些协定，还签了备忘录，啊，这些这些相关的这些商业投资，还有贸易贸易投资、贸易互惠都有。但一回去之后，那军事上他又回到美国的这一美国美国这方面的阵营。这里面的牵扯到了政治因素、地缘战略的因素、经济的因素，还有各种的这个这个这个,這個军售的因素，甚至甚至军售啊，都有相关的考量在里面。 并没有那么单纯，这个有呃，大家可以来了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最近有一架鲨鱼机啊，在彰化的个那个地方做坠毁，鲨鱼机非常可惜。这个飞行员我认识，还跟他吃过饭，他是 F 级6飞行员，非常好。鲨鱼机一架大概大概不要不到一百万美元，大概台币的话两千多万就有了。 非常好的，大家看到它的机身哈、啊，机的长度非常短，啊，这两个座舱重心在前面，所以它轮子在前面了，人尽量往后去，因为重心，因为发动机重。这个飞机如果空的不加油，两百七十公斤，比一个轿车啊私家车还要轻，两百七十公斤，加满油再加上人四百公斤，非常轻。为什么？它整个是碳纤维，碳纤维做的，它当然发动机是金属了哈，它整个机身呢、啊。 还有它的机机，这個我们讲到直尾刺，还有水平尾，还有它的操纵系统，都是大部分综合碳纤维做，很轻，非常轻。但是非常轻的话，抗风力就有问，还有它重心的问题，重心能不能平衡？那重心就相当重，因为发动机就是重，那它把起落架尽量往前移，啊，座舱尽量向后，向后后压嘛，后压住，往后压，往后压，然后这个支柱往上往前，让它平衡。我们知道那个杠杆。 你要重心的时候，你又，力越重的地方你要向越重的地方去，让它的力距短一点；那越轻的地方你要长一点，让它力臂力距长一点，这个短一点，这个长一点，让它平衡住。这个一样啊，它这个杠杆在这个地方，杠轮子就是它的杠杆。结果它一一起飞之后，我发现它高度大概1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因为我靠目测啊，然后进入然后失速进入螺旋，从失速到进入人，到对地上只有四秒钟。 还来不及开伞，这有个伞，呃，紧急情况可以抛伞。那抛伞的时候，伞会打开，把飞机就降落。因为飞机轻啊，所以两百七十公斤加上油量加上人员大概四百公斤，四百公斤就那伞把你飞机降下来。四秒钟根本来不及，还来不及按，来不及反应，因为我们人体有反应迟滞时间。你这是在思考要做什么动作，要去想啊，要不按。那一按的时候，你根本还来不及，有的这种动作。 飞机已经变动作，在进入螺旋了，你根本没还来不及要去按那个地方，而且你人在飞机里面是甩来甩去的，根本没办法去按那一个钮。哦，那个钮是在你的这个这个仪表板上面按下去，按那个伞才打开。还有时间，还吹风。你伞弹出来之后，还有还有相对风把伞撑开。它不是像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它上面还有个火箭把你的伞打开，可以在在零零尺的高度，在零速度没有相对风，然后零秒弹射出去，零秒。 他就开伞，这个没有，这他要吃风，因为飞机它有相对风,風，放那伞就把把伞整个吹满，飞机就降下来。非常可惜，啊，这个飞机他 F 十六的飞行员，呃，这一位小老弟人非常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鲨鲨鱼机，就是长这个样子，这再看一下，啊，非常好的一个飞机啊，飞行员还在这边呢，啊，还在还在还站呃站在这边做拍照，啊，这个是顺风，啊，顺风的飞行场。 啊，飞顺丰航空航航空公司啊，这个跟大家讲，就最近的新闻有稍微提到最后一个，我们讲的阿 n s 就是澳澳大利亚澳洲，澳洲向美国跟英国来合资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舰，不是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的，不是核子动力攻击攻击用的，就这个维吉尼亚号，那维吉尼亚号的，就是这个这这个，他现在开始做，我们知道潜舰的技术成分高，价格贵。 啊，训练时程九，啊，这个要二零二三年维吉尼亚级的哈，这个核子动力攻击潜舰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个很流线型的，它是烧的核动力，核动力有好处，它可以长就不用换气。你柴电潜舰要烧油，烧油就要氧气，氧气你在水下就不能久，你要出来换气，吸收外面的空气来充电，电充饱了再潜下去，潜下去之后再继续，等它没有电力又不够了，又要起来换气。 啊，来充电，充电把电瓶电吃饱了又潜下去。核子动力不用，我的动力就是核核燃料堆，就是我们叫做台湾话叫讲的核子反应炉，核子反应炉提供电力，我可以无限航程，理理理论上是无限航程，因为它核动力嘛，要添加核燃料就好了。啊，它要核有核子反应堆嘛，在这边提供全舰的这些空调、动力、氧气系统，还有里面的这些。 武器设备都要靠这个核能供应，啊，这一个这一烧八千公吨，啊，七千九百公吨我都讲八千公吨，啊，八千公吨。换句话说，那现在要二零三零年才交才交建呢，哎，但是美国也提出来，我先帮你训练，啊，在各种演习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边观摩，观摩你就学习要怎么操纵这个核子动力攻击潜舰，啊，这些相关的仪器。 相关的操作的，还有这些机器，还有这些这些动力系统，怎么样去控制？哎，来开始，这等到你拿个剑，你就形成战力了。而澳大利亚，它它在南太平洋，哪是是没有没有假想敌？耶。纽西兰威胁它吗？没有。所罗门群岛六十三万人威胁他吗？两万平方公里没有。那他什么？哎，他想要参与亚洲的事物。 他在一次大战跟二次大战都都跟美国在一起啊，也都尝到了甜头啊，在韩战，还有在伊伊拉克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澳大利亚都派军人了，都有派军队哎，只是规模很小，人数不多，战力有限，但是象征性出来了。那现在说美国在不管美国提了重返亚太，美国也提了亚太再平衡，美国现在想强调是印度，就是印太战略，叫做印度太平洋。 印度洋跟太平洋战略、印度、印太战略、澳大利亚、澳洲，他都有参与，他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之一。那现在要核子动力工点，本来的时候澳大利亚向法国买十二艘传统动力的，这我们讲那个柴电浅舰呢，结果他,說他他他他单不要了，我变成空单了。啊，当然后来做了赔偿对法国，因为法国都已经备料都备好了。 一些这些浅见的这些设计图也出来了，有一些东西原料已经，这些零件、模组，还有系统件都已经下订单了嘞，都已经下定啊！你现在这个石油商人不要了，你转单去买美国跟英国合作的核子动力攻击潜就是这个洛维吉尼亚级。那洛杉矶级是核子动力导弹飞弹潜艇呢，那洛杉矶就更大了，啊，一万两千公吨，啊，它是做这一个，啊，预计二零三零年啊形成战力。 形成战略。那现在在做训练，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整个潜舰的编队，啊，是这个样子，看起来蛮雄壮的。啊，这个是这是美国的啦，呃，这个澳大利亚还没有，拿，还还没有还没有得到嘛？因为因为澳大利亚买的是新的，所以要新做。美国所有的潜舰目前是七十六艘，美国七十六艘的这些潜舰全部是核动力，美国没有传统动力的啊，像中国大陆啦、啊、这些 K 级潜舰还有。 焊机，它有一些，除非是晋级，那这核核动力的哦。那其他的这还有还有船，还有老式的 Kilo 级哦。那那那就那就是那阿吉的潜艇都已经退休了嘛阿吉潜艇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退休，可能变成训练舰是这个样哦。那换句话说，美国的全部是核动力，美国现在已经不做柴电潜艇了。柴电潜艇谁在做？日本在做，韩国在做。韩国的柴电潜艇我也去看过。 大概只有两千九百公吨是这个样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澳大利亚在二零三零年它变得海上强权了，因为有有八艘，它不先拿三艘，再订两艘就五艘，最后还有三艘就是八艘，它分年代到二零四零年全部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澳大利亚。 虽然是一个大陆国家，澳洲嘛，整个就是它那么大一个国家，但是它的海上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从澳大利亚会看到出来，这是英国、央格鲁萨克逊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当初澳大利亚侵占的国家不是英国，是荷兰。荷兰不要这个地方那么大，都是那么远偏，又又荒凉偏僻，还有原住民，呃，就是他的土著了，叫做土著，他不要放弃。如果荷兰，荷兰那个是海军国家。 如果荷兰当初把澳大利亚拿下来，整个澳大利亚、澳洲历史统统改写哦，因为他主动放弃的哦，这个这个以后有有时间再跟大家做分享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呃，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